一起去呗，豪哥。既然他说的这么好玩，我们有安排了。哎呀，可以移的嘛，一起去比较有意思。我真的怕刘可丽把我卖了。我们那是定好的。哦。我们给豪哥和卡门留点私人空间。看他们坐在这里，快走吧。没有，开玩笑。没有。拜拜，一会儿见啊，给你们一个宽敞的空间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走，起大姐。走了。行了。没有，昨晚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想参与他们的一个约会，让他们俩自己去约吧。吓到我，我在想，失忆了。OK。哎，不过我说真的，我也挺想约你的。那个，朋友开了那个蛋糕的工作坊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那个去玩做蛋糕。我看看，但我没做过这个。哦，我也没有，好玩嘛。对啊，就是好玩而已，学呗。对啊， okay. 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一起去呗。好吗 ？OK， 你是不是该去忙了？对啊，那我先去忙。好，我也回去休息了。你今天别急，我收就好。你今天还挺好看的。